一傳媒網站懷疑被黑客入侵。香港和台灣的《蘋果日報》、《蘋果動新聞》的網頁受到影響，手機 App 亦都未能夠顯示新聞內容，報館正設法修復。《蘋果日報》說懷疑網頁受到黑客入侵，新聞內容已經轉移去到 Facebook 和 YouTube 發布，他們正了解事件原因和解決方法，暫時未有報警求助。